提瓦特足球赛的花絮。脚踏掉了，脚踏掉了。我豆豆，你把手给我，把手给我。你只有100斤啊、哦？我只有100斤，那你肯定能踢。我操！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让我坐稳了，让我坐稳了。吓死我啊！别抬我腿，大哥，你这高度有点高。要不我啊？我感觉也是，别推我腿。你路克老爷，你们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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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群男在干什么？我操！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他是不是醒了？我操！假发掉了，快！怎么回事？这是能播的吗？